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，看见我们合体的人举手一下。有吗？有啊，雷猴雷猴。五年前，2018年在红馆我们合体过，那当时的巡演叫《青春住了谁》，这一次的巡演《Like a Star》其实是为了出道周年纪念举办的，所以我的出道的开始就是有他们三个陪我，所以这个演出其实早就已经想了很久要把他们请回来，但是要先等小柔完全的确定不会再生上来。上次谁受得了啊，我刚生完的第三个月我就要上红刊呢。对，真的很厉害，胖歪啦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很感动很感谢了，但是没有想到2020年像是一个星星的 MV 一样，他们三个就是真的是为了我，已经你一句话啊，对，就是说要请一顿饭啊来拍一个 MV， 才一顿吗？不是说十顿，十顿吗？请一辈子啊，辈子。对，所以就是中间又拍了 MV， 然后呢，这三个人其实嫌少熬夜，尤其是嘉玲，因为嘉玲的作息很正常。就是、他现在 在台上，他叫 Cloudy， 他是艺名了，艺名就是 Cloudy， Cloudy， 他的那个作息就是当时真的我们熬到早上天亮。对，他半夜一直打哈欠，但是他一直就是会让自己打起精神，就是为了要帮我拍 MV。 对，但是我承认我有睡着过。偷睡，他偷睡在换场景的时候有秒睡一下，这是必须的。但是就是没有想到，就是到了今天我还是把他们请来，而他们还是就是一口答应，帮我用掌声来谢谢他们。